感觉今天感觉好呆呀、啊，可能是因为今天就是说随便画了一点。嗨，晚上好。啊，谢谢你，我还好哎。我觉得我很多时候都不呆。晚上好，那我要离你们远一点，离你们远一点就不那么呆了，对吧？晚上好，晚上好，久违的，笑死！你怎么知道？久违的，戴眼镜播了吧？应该是，感觉好久没有戴眼镜直播了。晚上好，不呆呀、啊，不呆。我只是我可以这么说，你们就不能这么说。谢谢海淀观众。晚上好，晚上好。真的假的？感觉今天，可能是比较有那种比较随性的那种休闲风，对吧？还好，还好。哦，对对对，少年感，今天就是。因为今天实在是太热了，然后就找了一件半袖，但是穿白的出去那个拿烧烤，我又怕弄脏，所以我就挑了一个这个黑色的，又太吸热。然后晚上好，刚打完比赛、什么比赛？为什么忽然这么叫我？好像好久没有人这么叫我了。谢谢小耳朵的巧克力。天哪，我今天这个样子还夸得出来美？你真的好爱我。好一点了，就是我发现因为那两天就是睡觉休息的时间不够，然后再加上一直要看手机看 pad 什么的，所以就会也可能是那天也可能是那天化妆进眼睛里还怎么，我也不知道。反正今天好了点。就话说其实我今天晚上出去的时候也是能闻到那个外面的空气，真的很好闻。有可能是哭的时候化妆品进眼睛里了。确实有可能是因为它进眼睛里了，不是因为别的。不过就是好像确实好像做完近视手术之后眼睛会有一点比以前更容易干，但是我已经算好的了，我没有说特别严重的那种干眼症啥的。快递有的可以说了，就是前两天到了一波那个天猫国际的那种快递，但是别的还没有。谢谢小心木蜡笔的奶茶。还有京东是可以发货蛮久的，别的就还是不行。真的吗？像摄影棚。哦，这个灯它今天出现在这里是个意外，因为里边它原本待的地方就是被东西占满了，它只能放这儿。谢谢 G 杯的那个，谢谢小耳朵，谢谢稀饭什么的。哦，真的吗？看来确实是有点，好久没有这么打扮了，突然看着这样自己感觉还蛮新鲜的。后面蝴蝶，确实，因为蝴蝶在这儿，因为角度不一样。不过确实那个蝴蝶吧，他们很多就是上次做道具，然后就飞走了。对，阿星他们房间不是有一个那样的吗？但是相比他们，我们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了。天哪，太快了！我看一下，看一下日历，属于是过的已经有点没有感觉了。怎么没有了？你们都会给妈妈送什么？送什么？感谢大家。
神奇，真的假的？这么我们这么厉害吗？奉陪首歌。谢谢蜡笔修心的荧光棒。我没有啊，我没打过钱，我都是送他，之前是送他礼物的，也是。哦，不对，去年是。有点太大声，响彻云霄了，是不是？没事，就是应该是羊肉串吃多了，还是疯狂打嗝。超越我了，确实，我很少连打这么多嗝，就是除了那种停不下来的，我很少连打这么多个，但是他是能停下来，还是连打了这么多个，所以他超过我。嗯，这个威震天，你的名字跟他的很不是，买个小蛋糕呀，嗯，也有道理。谢谢孙一宁的狗狗的奶茶。吓一吓，我应该吓不到他，我只会被他吓到。麻烦你一件事，嗯，发个视频给我。哦，但我怎么记得那天搞过了呀？你看呀，没有。快递上面，朋友们等我一下，我就是这个手机上面有一些素材，我要 drop 过去。我先离开一下下。你们这是玩啥呢？斗地主吗？哎，不对，怎么玩上麻将了？打牌？这么早睡觉呀？再玩会呗，九点再把你提出去。什么卡布基诺？怎么突然请阿姨喝卡布基诺？你们这都聊了多少？
我也想喝。卡布奇诺是不是比较甜？我记得。你妈妈说：“真的谢谢你。”估计妈妈收到那种踢出房间是什么样的，应该还能回来吧？那我现在肯定不喝，卡布奇诺咖啡含量应该比较低，还没有。哎，其实我也不知道，好像又是有人说好像能打车走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多旁公司翻译，加油加油！对，外卖恢复了，外卖，但是我外卖能点的比较少范围，不过确实是能点的，还不错。我今天抢到了罗森，生椰拿铁，我会做耶，我踢你就行。这样的要求，踢出房间，耶、yeah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们不怎么去吃的，所以买的大多数都是，喝的。就是像这个我很久没有喝到的这个零糖，然后它是清甜清香微甜的一个茉莉乌龙茶。对，但是那天我罗森我有很多想买的都已经没了。你又回来？对，就是只是能剔出去一下，你还是才可以重新点进来。挺实用的，挺实用的。我还真不知道送我妈啥，因为之前还送过我妈口红，但是我的审美跟她的审美不太一样，我送她的颜色她不怎么喜欢。后来过年我回家的时候，她把那个口红原封不动的送给我。哎，为什么踢人开脸呢？送紫色的，因为她喜欢的是那种嫩粉色。按摩仪感觉家里也有。送花，哎呀，我都不如送个盆栽了，还可以养着。哦，自己做的确实，但是就是现在的话，买送可能要买那种外卖类的才能及时送到。确实，蛋糕其实还可以。其实重要的不是礼物嘛，就是主要是你心意到了，他们就很开心。你要是其实就是经常给家长送礼物，就会出现那种情况，就是他们觉得你乱花钱了。但虽然他们其实收到了之后心里还是悄咪咪的非常开心，但是会说你乱花钱，拜拜拜。弹唱版本，给他跳一支舞。世上只有妈妈好。我妈肯，我如果给她打钱，她基本不会收，或者是她收完之后，隔两天可能可以再给我发个差不多的回，跳个扑棱蛾子就不必了。妈妈知道，妈妈听到一定不开心。哎，主要是也不在家里，就是能做的就少了很多。按摩仪我家应该已经有了，因为我爸就是个非常非常注重身体保养的人，他就会买一些按摩仪啥的。哦，他是给你寄回去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还是把你送的寄回去？为啥要寄秋裤呢？这才刚到夏天，要寄应该寄一些半袖。泡脚桶我家也有。说你啥坏话呀？说你跳的不好吗？还是确实，你能给自己做个饭，我估计我们看到了也会为你鼓掌。对，是这样的。哎呀，那首歌我估计我妈也听吐，好像你是确实有点道理啊。不过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闻着落泪。
没有，它就是你看它不是闪，而是因为这个手机是聚焦到我这儿的，然后它会根据这里的环境光什么的。因为就是因为没法上班嘛。咋的，你们还搁这互相在那儿那个啥猜测呢？妈妈，你问他，他肯定说他没啥需要的，他需要啥他会自己买。谢谢老人狗的奶茶。那倒不是他不想发，那肯定是没办法发。磕两个，笑死了。然后开始隔着视频对磕起来。哦，那种电烤灯我家里还真有，因为我爸膝盖不好，所以他就是有一个那种电烤灯。谢谢狼狗的灯条。对，我就是唯一担心的就是，我就是怕他三次定为一次发，他那个税他会怎么扣呢？我很担心。虽然后面应该也会退回来，还是非常担心。谢谢绿绿美的巧克力。哦。突然疯了的同学，那不应该教育，那应该那个叫 NA 病师，一边安慰一边教育，要不然小孩子心里很脆弱的，该受不了了。确实大家就是教师非常积极。去吧去吧，有缘再见，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你。我们是那个 一群良好公民。嗯，谢谢小葵的奶茶。哎呀，吃点什么给你们看呢？嗯，去吧去吧。哎呀，好认真啊，还打扫卫生。吃了呀，吃了吃了，吃的很香，吃的很撑。吃肉吧，肉都吃完了，我现在不想再吃肉了。我最近特别想吃青菜。就是除了包菜以外的青菜。谢谢红楼红卷。哎，你咋又改回来了呢？在荧光棒。香菜呀，香菜就也行。我现在不强求，就是我现在要求不多了。只要是绿叶菜，我都挺想吃的。说实话，尤其想吃蚝油细生菜。五险一金矿，确实，但是。嗯，等你老了就是也会有好处的。大葱蘸酱就算了吧，咱想吃点味道没那么大的青菜。西兰花和黄瓜吃粗粮，哎也行。我好像冰箱里或许还有个玉米。对，我挺爱吃菠菜的，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到大力水手的程度。我现在还是一个小力徒手。西兰花，哦对，蒜蓉西兰花好吃。小心变黑，为什么呀？吃菠菜会变黑吗？还是辣白菜炒饭？就说白菜也有点，因为在就是这段时间吃的最多的蔬菜就是，白菜、包菜和花菜。菠菜就是我很想吃，真的假的？那我还是少吃点吧。土豆，对，土豆也是。我想，对，我也是想吃焯水的西兰花，就是比起花椰菜，我更想吃西兰花。嗯，现在需要是主要就是没有剩菜。我那天看叮咚买菜也可以抢了，但是但是上面的菜很少，因为肯定库存很少。啃玉米棒的那可不一定，那可能是因为我不在群里，我要是在群里你可能就不是第一了。我还真没爆炒蒜蓉爆炒，哦好像食堂就是那么做的，反正很好吃。我今天买到了乐事黄瓜味儿的，
谢谢哈利波特开发者七的荧光棒。我的，你们耳朵也太好了吧，这都能听出来，他们都能听出来是小高的笑声，好牛啊，很牛。我也想吃人了，嗯，但是现在有就不行，有就够了，有就很难得了。黄瓜味也挺好吃，黄瓜味非常清香，就是它是真的是，我觉得吃的都不会腻，是吗？发生了什么？柠檬没吃过，是吗？我还真没吃过，应该青柠的话应该也是比较清香的那种味道，但是我其实不是非常，就是我对柠檬味的食物就是第一感觉是非常排斥，但是吃起来也会觉得还行，因为上次没买到3+2的原味，就买了柠檬味的长枪，也觉得还可以。黄瓜，对，我也都喜欢吃黄瓜，但是一定要吃那得是那种水黄瓜或者是水果黄瓜。嗯，紫地是什么？青瓜猪肉，好奇怪。我吃过最目前我最喜欢吃的一个那种外边卖的速冻水饺是那个玉米蔬菜猪肉水饺。哦，那确实没吃过，因为可能是只在地方销售，然后但是自己家包的就范围就比较多，比较喜欢自己家包的牛肉芹菜饺。这哪的口红就跟没色儿。我倒不是很喜欢吃酸菜的，好，但是很多人都喜欢。我可能是个假东北人。知道了，不爱，那就牛肉，牛肉别的也行，牛肉萝卜。哎呦，对，其实你们吃过牛肉萝卜的包子吗？饺子也有应该。因为像萝卜、胡萝卜，牛肉胡萝卜不错。因为那个胡萝卜，它就是熟了之后就是甜甜的味道，我觉得还觉得还挺香的。但是感觉这个很小众，很少有听我有人说过。啊，对对对，真的很香，因为它有一丝丝的清甜和牛肉的香味。哦，这里只代表个人的感觉。不喜欢牛肉的同学可以自动屏蔽这条。更喜欢纯芹菜，真的。嗯，芹菜，我小时候很讨厌，后来就是因为牛肉芹菜馅的饺子，我才改变了对它的看法，真的。我也不爱吃肥肉，但是烤串儿的时候那种肥瘦相间的我还是能接受。黄瓜鸡蛋馅儿也好吃，果然我们又聊到了吃的。对，潮汕，哦，说到这个潮汕牛肉火锅确实是不错，那个汤很香很香。牛膘肥也是它的肥肉。现在点饺子呢是有点太晚了吧，哪有人吃夜宵吃饺子，虽然我吃过。嗯，爱吃的甜品太多了，我很喜欢有红豆的，或者是花生甜品，就是像鲜芋仙里面它有的是里面有一些花生的，然后还有芋泥，就是这三种元素我都很喜欢。因为我们的那个遥控器它没电了，所以这个灯调不了亮度，它就这么亮烧白。谢谢 LU 的荧光棒。没有没有，就是说感觉吃完会比较撑，但是夜宵吃水果感觉，因为小的时候我爸跟我说白天吃水果是黄金，下午吃水果是白银，晚上吃水不对，晚上吃水果是青铜，好像是这样。扣肉确实，扣肉好吃，其实就是那种，就是煮完之后，然后切成片儿，是不是？之后再加上
那个粘好像不是一个东西。这几天在家吃过那种切成片，然后片成片之后就是蘸那个汁儿，他调的那个汁儿好像就是酱油里边撒点蒜末，可能搁油爆个锅啥的，也可能没有。哎，太好吃了，谢谢文慧永远 love 长远的玫瑰花。这个对吃不到东西最起劲。你问的是这首 BGM 吗？主要是这首，这首 BGM 叫 Warm， 是谁唱的？是啊，算了，这个名字不太好念。我也不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就突然想起来的。谢谢，谢谢文的玫瑰花。就是 war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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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了，只能点水果。哦，我看看，我这还剩好多好多苹果，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之前很喜欢弄那个苹果，为什么居然有人哦？真的不喜欢苹果？有看到，有被吐到。新品叫什么呀？拔丝苹果，笑死了，好像还真可以。果脯，嗯，但是苹果的果脯总感觉很奇怪。哎，是不是可以烤苹果片儿啊？我突然想到，谢谢哈利波特开挖掘机的巧克力。嗯，梨我也爱吃，但是苹果我也很爱吃。男人会撒娇。嗯嗯嗯嗯。香蕉片，我上次做了一个失败的香蕉片，苹果蘸辣子，谢谢。嗯，我一会上网搜一下吧，我要搜一下苹果可以做什么甜品。然后刚才我说苹果派，青团哦，嗯，找不到，现在外卖能点到的东西太少。希望我们可以被放出去的那天，能吃到很好吃的。玫瑰女人是什么呀？嗯，对，能点就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不知不觉，感觉就是说被困在这里。距离上一次在剧场公园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有点想，让你嘴巴呼啦呼啦。就想起来那天，嗯，番薯。算了，我不笑他了。我之前也做过这种事情，我的眉毛现在也是两边不对称的状态。嗯，晚上好，晚上。嗯，对吧？好矜持。嗯，好吃。嗯，对，这个是从仓库里拿回来的一个小冰箱，然后我前两天买的小冰箱，今天下午看的时候它终于出库了，目测明后天就能到，非常非常的开心。我在吃，不告诉我在吃一个黄金丝。那天，因为就是我室友非常喜欢吃辣条嘛，然后。他那天他团的那个卫龙小礼包到了，那天我们两个突发奇想试了一下，用空气炸锅炸了一下那个亲嘴烧。你们吃过亲嘴烧吧？吃过吗？真的很好吃，因为他用空气炸锅热完之后，他就首先他热乎了，然后其次呢，他表面上的那一层就是变得酥脆了，
就是真的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我骗你们是小狗。对，但是不敢不敢，你不要热太久，就是你时刻拉出来看一下，千万不要热太久。而且因为它那个亲嘴烧是比较厚的，所以也没关系。要是像那种比较小的、比较细的，可能就不太适合。我可没有什么冬阴炸锅，已经好久没用它了。对，要翻面。我真的好久没用它了。最近还在用那个，谢谢 Kiwi 的千面雪佑的奶茶。前两天我做那个馅饼都是用之前的那个早餐机，真的，只有空气炸锅了。那倒没有，那我还得有吃的，要不然光有空气炸锅啥？前两次做那个饼都是用的早餐机，因为空气炸锅。它范围还是比较，我还没放到嘴里呢。谢谢迷人的鬼的巧克力。吃过吃过，笑死我！想起来过年的时候，我爸在家用那个叫什么脚踢线，你们知道吧，一个放在家里边会那种比较长的一个电暖气，然后他把那个橡胶放在了就是边上那里，不是发热的那个网，是放在边上一点点，但是它也有温度，就是真的给它烤了，热了，就是给它加热了一下，让它四边那个皮都变成黑色的了，然后它那个味道就是真的很像巧克力。谢谢丢炖了丢丢和汤，这可不行了，再巧克力。对，烤棉花糖也很好吃。还是得少吃点辣椒。烤枣可以试试。我们宿舍还有枣夹核桃呢，好久没吃了。也是一个对身体应该好像还比较好的东西吧，非常营养的零食，喝的好喝呀，它味道很清淡，就是适合不是很爱喝甜的东西的人。这个三得利无糖茉莉乌龙茶喝了都说好，泡枸杞，泡枸杞行。过年我从家里带回来了一瓶那种散装装到瓶子里的枸杞，我到现在还没有打开过呢。你们提醒了我，希望我在六月份之前能想起来把它打开。它应该不会在里边捂坏吧？因为它是干的枸杞，应该不会吧？泡出来，为什么是蓝色呀？它里边放了啥东西？怎么感觉很？我觉得食物跟蓝色扯上关系就很奇怪，就连蓝莓它也是紫色的。谢谢蜡笔修心的玫瑰花，应该是。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它在不在我宿舍，还是在我走廊的行李箱里，我忘记了，完全忘记了。上链接那个，我跟我的那个代理商谈一下啊。就说明他很喜欢你，他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嘛。我师傅在拿筷子吃辣条，好文明呀。因为我的手，如果我的手拿起了辣条，就摸不了触控屏。对。那可能就是想给你补补身子吧，觉得你当他课代表耗费了太多的体力。好损啊。没事，那以后我要不把我生日写在我的 ID 后面呢，以防你们忘记啊。
送了一箱泡面，你们好搞笑，你们老师都送这样奇怪的东西，真诚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之前的那个，之前我们屋格局没改的时候，我直播的那个背景布不就是我的生日布吗？虽然它哦只存在了一个半月，如果我一直用那个背景当背景的话，大家就能记住了，对吧？朱老师给你大嘴巴子的这个朋友，你应该没少犯事儿。谢谢你。对，是的，国庆节家教题。为什么要背着主任煮饺子？因为不让用电器吗？对啊，就是按照我那个，就是按照那个图来的，差不多。好像有这么一回事，虽然我哦，对对对，就是因为他看当时有次直播间突然进来一个人，看到我的背景布，跟我说生日快乐。真的假的？因为你喜欢小学男生，然后我穿的比较像小学男生嘛，压扁了。我这幼稚园戴眼镜有点太夸张，怎么也是小学？哦，那确实肯定会不同。上海现在今天挺热的，但是好像明天又要降温了。嘘嘘你。好的，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已经进行了初中了。天啊、哦！好的。真的吗？太巧了吧？那。其实这种短袖你就是一定要买的稍微大一点点，不能贴身，就是贴身就会很像小学生，买的稍微大一点点就是 oversize。 哦，说到巧克力，我好像可以吃个巧克力。我发现真的贴身的 T 恤真的穿的都很奇怪。那跟我，那你不跟我讨论，你也会就是出现肠胃大紊乱，肯定是你吃东西的问题。好了，我现在开始吃下个东西了，朋友们。你的姿势很像以前古代人喝酒。其实不知道它应该没坏吧，像我们会吃的只有一嘴都是。没有吃播主播没有像我吃的这么淑女的。但是裤子买错码真的很难受，因为它可能就直接就掉下去了。确实那个挺大，因为之前那段时间就是跳舞嘛，就觉得穿着 oversize 的衣服跳舞很帅，然后结果买裤子也要 oversize， 就忘记了有腰围这个东西，就是说导致买完整个穿不了。对呀，就是我印象很深，我就是人生中第一次
人怎么说呢，也不是第一次吧，好吧，就是我上大学之后第一次上那种大型晚会表演的时候，我就是那条裤子也是，当时因为学 popping 嘛，老师就说你们要买那种西装裤，就是那种 popping 的那种 popper 穿的都是那种很宽松的灰色的西装裤，很大的，很肥很大的那种，我就也买了一个，结果爸就是说也是他裤子就是一直在往下掉，然后那天彩排我穿着那个裤子去，结果发现我跳几下拧几下就掉了，我就很苦恼，我就四处找，就在那个我们那个舞蹈教室里边转了好一圈，然后找到了一个不知道之前谁用的那种，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教室有一个报废的一个 KTV 唱机，应该是连那个的一个那种电线比较细的那种，就用它当裤腰带了，参加完了这个彩排，笑死，真的，嗯，人类的智慧，我当时还发了个朋友圈记录这件事情，但是我现在手机不在旁边，伸起眼角裤子掉了，我的天哪，那很奢侈，因为毕竟是在大家全校人面前。鞋带，对，鞋带也可以。不是粘的，是，哎，好像又没有，没有。那得啥程度能把裤子当旗子升上去？这得到啥份上呢？笑死！这个人的 ID 梦回初中，谢谢 TKD 家族。我来，我一定要猜到他是啥。TKD 家族会上天入地的爱你哦，是这个意思吗？哦，你是幽默，你怎么改了这么一个神奇的名字？复古，非常复古。果然那个潮流是个闭环啊，是不是？哎呦，怎么感觉现在的这个光线好像蒙了一层薄雾？天哪，我居然都能看懂，其实我觉得还挺好认的，得劲儿，嗯。哦，他俩头像真的好像情侣的耶。哎，怎么他头像换了耶？那很巧啊，你们放学了吗？我的封面图片看着很凶，真的假的？对，就是很凶，就是。你看我就是逗狗呢。你看我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平时我自己一直以为我的长相看起来是比较和善的，结果就是之前就会有很多那种朋友跟我说，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看着我觉得我很凶。和善，和善。我今天还测了一下，好像我属于是狼系长相，所以可能其实我不是，我应该不是很像边牧。我跟边牧的相似点就是脸都很长。因为我一般见到生人就是我会不好意思，然后我就不会笑，然后我不笑的话看起来就有点凶。嗯哼，是不是？为什么不会是狼系啊？他只是说你
的那个五官的类型并不是能代表你这个人。天哪，有点跳到鼻子里了。我很羡慕陨石边牧的眼睛，我觉得他们的眼睛很好看。陨石边牧好像眼睛都是那种很透的颜色，所以才像，所以才叫陨石边牧，是不是？我查一下，他为什么叫这个名？陨石边牧，真的他哦，但是可能因为他们的这个眼珠子看起来就更傻了。它是一片蓝，中间有一个黑点点，就看起来更像。天哪，为什么你们说之前我没觉得它傻，我就算见过真狗也没觉得它傻，你们说完之后我看到它总觉得它很不聪明。好想养狗狗，太可爱了。但是真的很，这养宠物就会很怕跟他们分别的那一天。哈士奇就算了，其实要是我自己养，我肯定不会，现在没法养，现在这个条件。我在哪直播？我在火星直播呢。对，我们宿舍，对啊，就是因为疫情导致搬宿舍这个事搁置了，甚至现在都不知道还搬不搬了，很难受。仓鼠，金丝熊，想我搜一下。仓鼠就是金丝熊，是仓鼠的一种吗？难道？说实话，好可爱呀、啊！但是我又。看着图片真的很可爱，但是我不确定我到底敢不敢真的养。好可爱，好可爱。养乌龟省事，就是可能它有一天突然爬到哪里，然后你再找不到它。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堂弟以前就养过一只。逆子，他咋借我呀？他给我快递过来，快递到新盟局，被错死，好惨！好可爱！好惨呀！那他还活着吗？因为我吃的量不是很大，我室友已经在嘶哈嘶哈了，我吃就吃了几口，我不敢吃太多，因为很容易上火。都不好养了，还是让他们回家吧。不过想想，其实他们在大海里边生活的话，也可能会被那些更大的鱼咬死。我以前在杭州工作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组长他就养了一只雕，我们还去他家撸过呢。而且他好像有一次因为什么事儿，然后他还带着那个雕上班。我的天哪！但是那个雕真的确实挺好玩的，尾巴老长老长。然后，但是他就是也是会不听话，会。咬人，但是它不是那种像狗狗那样咬人。然后它就是那种动物，都是你养它，你就要对它特别狠。它不该咬人的时候，它咬人了，你就真的揍它。我看着当时吓死了，就是对这个领导又增加了很多份的敬意。老盯着人家小猫干啥？听起来都好好玩。
把你踢出去。火锅我可不馋。谢谢卤蛋超人的奶茶。为什么戴眼镜？因为装饰一下。因为我没怎么化妆，就是简单化了一点点，想戴眼镜装一下。有背景吗？是的。这个红红的暴富背景不错，很适合在本命年的人直播间出现。谢谢陆羽的巧克力，还有像常常今天买的那个小的老蛋糕。谢谢陆羽。对的，我早说，但是他会不会看起来好油啊，谁都今天还买了一个这个小的老蛋糕，它名叫老蛋糕，但是你小。谢谢陆蛋超人的玫瑰花，就是很小的，把名字抹掉。我没有说非要实际，我现在其实挺饱的，我只是馋呢。因为你白天要运动呀，你先吃是吃，运动是运动。你就算你不运动，你就算你不吃，但是你也不运动，那可能还是会没有这个数。虽然现在我不知道它还剩多少了，而且可能加上我天生体脂率比较低吧。你能看到啥就能看到一个小边儿。我太不信了，我当时在想它开封了之后会不会就他没说开封之后应该没事吧，总得打开它。能看到肉吧？哦，那也太巧了吧！天哪，有的时候就是机缘巧合错过了。你们看到啥了呀？是看到肉了吧？下次就想尝一尝那是什么味道。看到上皮细胞，谢谢。还是跟我家里的那种差点意思。而且这种毕竟它不是那种现做现卖的那种，其实腻还好，没我想象的那么腻，我以为它老腻了呢。但是只是它那个味道比我家里的那种可能还是少一点，说不清是什么，还是好吧，是有点腻。谢谢爷爷芦荟城的奶茶，谢谢卤蛋超人的奶茶。对，没有抚源馆的好吃，抚源馆的那个，而且抚源馆那个是圆形的那种，稍微大一点点，它那个叫蜂蜜蛋糕，对吧？所以它应该是因为里边加了蜂蜜，所以跟它的甜味不一样。那个甜而不腻，它有不是很甜，然后有点腻。对，就是那种，但是还行，而且口感差不太多嘛。对，清真的那种，以前我家那边那个叫什么德胜门那边有一家清真的，就是做甜食的店，他家的糕点都非常好吃。哦，对，无水老蛋糕，我就说差在哪儿了，因为那个无水，所以它的口感更干净更清爽。
哎，对对，就是清真寺，德胜门清真寺不是一个地方。四季青还真没听说过。也不是，可能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比较小。好吧。如何区分东分？真的吗？怎么区分？我讲来听听。谢谢谢谢默默的荧光棒，其实我就不见了。四季青，我是提到四季青，我只能想到一点点的饮料。不知道自己有口音的是，确实有被狠狠内涵到，好像是这样。你就是我每次说完之后，对，我也没有口音，口音真的很小很小了已经。嗯，那你赶紧去，赶紧去补补觉。天哪，喝点枸杞。谢谢夜夜芦荟城的很多荧光棒。对，手上有三根红绳和一根头绳。哦，对，奶盖四季春。哦，那是四季春啊。对，东北人听我说话肯定不会觉得有口音，但是就是外省外边，不是外省，就是除了东北人以外的人听就会觉得蛮明显的。对，我也没口音，我也没听说耶。嗯，我只是看到那些其他人说东北话会被带过去，但是平时说话还好。去吧去吧。哦，你们也一样的吗？一模一样的吗？那可能是做的不好，我这个说不上难吃，虽然它没有我想象那么好吃，但它也倒是不难吃。东北味有，确实有，还是有一点的，但是也是一阵一阵的。嗯呢，嗯呢。嗯，是我味儿还是非常小的。哎呀，但是其实好像还是，我还可能后面还得再考一次，想努力考到一，因为上次考的时候也是状态不好，也没怎么准备。东北人吵架都狠吗？应该还好吧。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反正东北人吵架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别吵吵了，这样式的。哪家？上海的吗？不是吧？一就播音吗？真的吗？不是一甲吗？因为就是说那个语文老师的话，他们肯定是要就是一定要达到一乙才能算是标准。我记得是这样。对，一甲要到北京去考，三甲那真的假的？那他怎么？确实，我好像想起来，我高中的某一任语文老师普通话也不怎么标准，我们数学叫二一。哦，那可能是语文就二甲就好了，还是我记错了？拜拜吧。那他是怎么当上的？台湾口音。对，我之前认识的，就是大学时候认识的。他是广西的还是哪里？就是会有台湾口音，不知道为什么。后辈用东北话怎么说？
哦，山姆的那个瑞士卷也很好吃，但我确实没吃过耶。核桃布朗尼，哎呀，这个核桃枣糕，哎，我也很想吃。后背用东北话的。完了，金谷子，真的假的？我没听过耶。后金谷，我是个假东北人吗？可能是不同，就是东三省他们不同的叫法不一样。你搅的，我也搅的。哦，那就是语言天赋比较强嘛，好厉害这种。二股筋，二道梁，感觉很耳熟，但是我也不知道。哦，那可能是辽宁，因为我以前有朋友也是辽宁的，但是他讲那些东北话我就听不懂，就是地区差异。嗯，是吗？哦，好像是我妈之前跟我说，在南方靠普通话好像就是得到的分会是高，稍微高一点，就是我们这种。那应该就是家里边没怎么讲过，所以就不知道。是真的，因为我妈妈她就是在深圳嘛，然后她面试过很多。嗯，就是他面试过很多那种来应聘当老师的一些本地人或者是南方人北方人，很多人都有，他就是说感觉那个普通话确实有一些削能听出来。慵懒女生，我声音很慵懒吗？还好吧。家人们，支棱起来！80.5，那你居然是二乙吗？还是多少？我今天还特意查了一下，我非常好奇，因为我忘记了。先查了一下，我好像是，二乙那么低吗？不是，我以为二乙是85以上的，我还以为90以上是一乙，没有啊。我是90.5，但是我是二甲。你说我今天查到说是91.33以上才是一，不知道呢。不然他们那个分是怎么算的？嗯，对，可能它范围比较广。所以我就觉得很遗憾，我再多一分我就是一乙了。嗯，没有关系，相信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在团内的磨练，我应该可以再进一步了。哦，懂了。张月明，你可以的。可能会嘴瓢，我当时就是考的时候是后面不是有那个自由发挥，就让你自己随便说话的地方吗？然后因为我当时去考普通话的那段时间，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人说话了，然后所以就不怎么会说话。对，就是作文那里，所以当时我就记得我卡中间卡壳卡了很久，就是说着说着突然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停住了，所以好像就我觉得应该在那里扣了很多。大家到那儿的时候好像感觉脑子都不很聪明的样子啊。对，读稿还行，就是自由发挥真的确实很难。啊，那快点早点休息，早点休息。不被定义的花仙子这是什么？如果你的学生都是，但是现在不是都倡导就是普通话吗？不被定义的花仙子，是他们之前的那个什么土味挑战，笑死我。
对，播音主持要一一嗯，但是像央视的那种主持人是不是就得要一甲？因为他们很厉害。你想看可以去他直播间看。你的烤串到了，都到了，都就差放你嘴边了，你为什么还不去吃？你要是不想吃，你可以给我送过来好吗？哦，对啊，你不吃给我吃，点都点了，来都来了。毕竟你是汉语学汉语的，为什么呀？外卖点不到吗？我们现在外卖就是虽然能点的比较少，但是确实有烧烤，还有小龙虾。只不过我又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馋这些，所以就啊，你们还没有外卖啊，好惨，心疼了。好惨，你给我空投一个串店来吧，我要请大家一起吃。你们要隔离多久啊？太惨了。大城市是有点吓人了。好久不见吗？感觉还。锦州烧烤，我想吃，我想吃那个，完了，他家叫啥来着？完了，那个，就是我好不容易在上海看到一家，之前在吉林很想吃的串店，是连锁的一个。他家就是倡导完了叫什么？八号好看。他家倡导用那个现切的羊肉，对，风暴就是风暴，把风暴烤串给我，就是风暴烤串。四郎剧场也行。想起来，还有更正宗的东北烤串，肯定是很少能在这见到的。还晚上好啊，肠粉我也喜欢吃。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天生的一个吃货，因为我没有任何就是不能接受的地方美食，就是每个地方的口味我都还蛮喜欢的。因为他们有的人就可能不能接受什么偏甜的口，或者是那个不能接受不辣的这种，但是我好像每一个都觉得很好吃。好，哦，不是蚕蛹，那是，对，但它不算一个菜，它不算一个地方菜系，对。豆花，那我吃的咸的叫豆腐脑，但是甜豆花我好像也吃。哦，我好像也是在那附近吃的。反正有点顶着了，是不是？对，豆腐脑是早餐。面茶，我吃过油茶面。怎么突然讲这么悲伤的一句话？对，油茶面。小卤蛋，我要杀人了！你是说我的皮肤光滑的意思吧？确实挺像的，而且当时它不是一般的卤蛋，它是一根扎着牙签的卤蛋，因为头发上有一根刘海，是这样的。好像台球不是很会，什么样算会呀？不是非常，就是不专业的那种。
我头发很多的啊。因为我是本命年，所以我身上很多红色颜色。我这个衣服是纯属巧合，这个衣服纯属巧合。嗯，那确实他的头一直，他不管在哪里都很像陆丹雅，因为他是没有头发的。嗯，谢谢耶耶芦荟橙的奶茶。嗯，不行，我一会儿得喝一个酸奶了，要不然觉得好腻。今天吃的肉吃太多了。确实应该是光线问题，光线问题。说你一口，自个儿买，我这儿还有不少呢。哦，对哦，我们的酸奶，完了，他九号就要过期了，变成酸奶人。那我们今晚做酸奶捞吧。酸奶水果捞吗？嗯。可以明天做吗？可以。觉得今天太晚了。嗯。我夏天也不会变黑的，我相信。哦，对对对，分期口，我之前没学过的。唱歌，嗯，好羡慕，好久没去外面唱 K 了。去捞吧，捞不被定义的苹果。我，哦，但是那个会好吃吗？而且那个是不是需要还有淀粉啥的？谢谢 Liber Child 的荧光棒。嗯，空气炸锅酸奶蛋糕会不会不好？就是我怕酸奶，就酸奶加热的，我感觉听起来怪怪的。西瓜我已经吃，我们已经吃没了。真的吗？你们做过吗？天哪，精忠报国是我爸爸去 KTV 的必点歌曲。哦，对，主要是它不能调温度。嗯，奶。那我一会儿去晚一点试试，或者明天试试。酸奶味道会有点明显，那是好吃还是不好吃？是不是也要看个人的喜好？有的人可能不太能接受，有的人可能还好。我搜一下。其实。我们宿舍还有个小小的烤箱，哦，要放糖，我们只有白砂糖，可以吗？谢谢哈利波特开挖掘机的荧光棒，嘿要。蜂蜜可以，蜂蜜我们宿舍很多，多吗？没有，嗯，还是有不少的，谢谢。你好厉害呀、啊！就徒手捏死了。你是武林中人吗？谢谢刘仁美的荧光棒。被发现了，不是饮料，他们都是很健康的饮料。谢谢刘仁美，谢谢圣诞牙科了，没有，很多饮料。确实。哦，嗯。拜拜拜拜。想喝可乐呀，可乐是珍稀物资，稀有物资，我们也没有很多。不对，应该说错，不是普通的饮料。加油加油加油，祝你期中考一切顺利。而且因为我们有很多奶，其实那种茶和奶兑在一起真的就是奶茶的味道，还比外边卖的奶茶健康，真的。上次录视频什么视频啊？哦，我还是能喝到的，只是不是经常喝，而且它经常喝就是对身体不好嘛，所以我也不怎么经常喝。怎么音乐停了？不会不会啊，我们兑过很多次，都很好喝。
就是那个茉莉蜜茶，对，真的很好。是我们宿舍小电器超级多，目之所及就是很多，四个食品用的，五个吧，算上榨汁机是五个。喝碳酸就是感觉非常解压，很爽。我们宿舍的插排真的就是很多，而且每个都很多插孔都不够用。对，我有电费奖励。哦，真不错耶！呱唧呱唧呱唧。对，灯多相机短用，赞一个。茉莉新茶也好喝，只是茉莉蜜茶它兑牛奶，因为牛奶是没有甜味的嘛，它俩兑一起就是味道是正好的，它不会很就是过于没味道，也不会过于甜。还行，那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用的，这些店是俩人都用的，只是我不用花钱而已，爽死了。像你们的家真的假的？是因为这个洞洞板吗？今天天哪，今天吃饭的时候在 B 站上刷到了一个，谢谢司机叔叔的玫瑰，他刷到了一个就是那种装修视频，也不是，就是一个女生她自己设计的他们家的样子，就是超级节省空间，看着特别爽，很多很多收纳的东西，看着太爽了。你觉得我们宿舍这个面积用得上吸尘器这样的东西吗？我们有吸尘器。对，我只是说他们问我用上了吗？确实用不上。1000块可能只能改造个门，西走廊，真不错。为大家做点贡献哈，分担一下那个中心阿姨的烦恼。对，你们的隔音也不太好。哎呀，那我今天播到48吧，怎么样？你今天是爱上了《小时代》的句式吗？哇，谢谢小狗在线的奶，夜蝶，谢谢你的扑棱蛾子，很漂亮的扑棱蛾子，我就不会打它了。哦吼。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我的蝴蝶不知道去哪了。对啊，你要 CPDD 吗？你要什么样的？大家尽量满足你。可以，不知道你在不在我的群里啊？9679873522。你们是住在火车轨道旁边的吗？有没有带什么耳塞啥的？进不去，为啥呀？我的生日是10月7号。真的，我的粉丝们都非常非常的热情好客。为什么呢？他们这么说是他们没有素质，你不要理他们。那有可能是沉底了，很突然的问题，什么问题？可能是他们没看到嘛。不告诉我，那你还说他干啥？话说一半真烦人。我生日一般都过阳历的，你们一般都过什么呀？好像就是老一辈的就会喜欢过阴历。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嗯，可以再试试吧。那更他是想，他是对海海有一些私心吗？那个人，还是单纯好奇？好吧，为什么一般不过生日？确实，确实，只要能收红包，可以就是跟朋友们过阳历，跟家里面过阴历。那这个要你们自己去探索了，你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你妈会问他？你跟他说母亲节送他，你成功的从隔离的地方走了出来，晚上好。我知道是因为大家都叫哥嘛，所以才问他这个问题。对，送他一颗真挚的爱，你可以给他语音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什么时候？那应该要特殊一点日子，比如说520这种日子比较特别，或者是应该是520的前一天，这样520就可以让你们就是不孤单了。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又有点搞笑的故事。这首歌这都能听清啊，叫 Find Our Way， 后面还有好长的一个后缀，我就不念了。这样。你妈妈说我真的会谢。对，我那天刷到那个真的我要被笑死了。感觉他拼命弥补的那个样子很熟悉。为什么 QQ 也会这样？我只听说过微博会什么什么看不沉下去还是怎么。好的好的，我应该不会过两次，现在我爸妈也被我带的过，就是给我都是过阳历的。真的吗？那么像吗？这么害怕？我声音总不一样吗？我们谢谢小狗带线 CPDD 的玫瑰。声音也像，那就是说太巧了。他多大呀？不会跟我一样是98年的吧？我倒是想看看有多像。好问题，肯定会有要求吧？应该。谢谢。男人会撒娇。男人会撒娇。那差一点点。不过我突然想到，我之前确实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里有个学姐，他们也说我跟她长得像来着，而且确实比我大两届，但比我大两届，她应该94、95，忘记了。谢谢红楼凤姐的荧光棒。
媳妇买冰糕，我是后面是这句吗？我天，好搞笑！不知道。哎呀，48了，我该要准备下播了哟，朋友们。哼，我。对啊，我是98的，怎么就是比我看起来的大了还是小了？想一想，可能因为我的眼睛小，所以显小。嗯，拜拜。我要去把那个后半段视频的那个字幕都对好了，应该是98。这是一些瞎说胡说八道逻辑。明天我也不知道，明天哦，你说那个视频应该能吧，因为我是把它分了两个嘛，第一个就是第一类的，应该明天就能发。啦啦啦，嗯，拜拜。啊，那你也太惨了，半个月才登到一次呢。下次我可以提前早点说，拜拜，早点休息，早点休息。Give me five。